妈了个八开眼喽！聊天室画面，哎、欸，不见啊！奇怪，他丢搞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晚点再设定。那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啊。小提琴家，又是那什么大帅说什么孤星什么那个吗？但小提琴家这玩的有点，哇、啊！你怎么打去地下室去了？啊，洞打错打到地下室啊！他把自己送进去了，什么鬼？佣兵在那里耶，他应该是不会救吧？我在想。哦，我们第一把就这么刺激。那边还有一台，修完，哎，我真的搞不懂这个词，哎，我走后面呢，大哥。哎、欸，我操！现在是怎样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？他连这个球都算伤害了，是不是？傻眼欸，我的天哪！
追那个，哎，追佣兵还好。他刚才，你看看那颗球没给我算伤害，在门口那边给我，哎呦！搞笑啊，他就是要抓我。妈了个八嘎呀喽！OK， 哦，傻眼了，果然是他，受不了。